아, 친구, 친구. 咱们接着把昨天的问题弄清楚啊，赛苏达，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感觉自己到底有没有怀孕？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感觉是自己的胃不舒服，还是说，什么情况？是自己睡不太好，吃的不对的时间吧。哦，睡不太好，吃的不对。但是我也不确定。也不确定。万一真的有小孩了怎么办啊，妈妈？怀的孙女呀，怎么办呢？怀的孙女怎么带的好呢？那有的一岁半呐。他说到时候他有一岁半呐。但是小孩还没出生，他肚子三个月，西西八个多月。哦，你那么子八个多月的，你我。来，再等三个月，如果她怀孕了，再等三个月，是不是肚子三个月的？西西是不是只八个多月？我肚子还八月。西西不会走了，她的肚子要害的，那么个，妈妈，你还带不带得小我去？如果有呢，愿不愿意养？不愿意，连点不养不好呀。妈妈，如果有了，我回来我不行，妈妈养西西好不好？也可以。你要照顾自己好啊。照顾自己不好，哪里可以照顾别人？是不是？是的，那是要加油，注意自己身体，注意事。你没面了的嘞，你去改善金朝看看教育事实的你。是人间去改善，准备去买那个东西警察。你那种小事不需要去医院的去，晓不晓得？买一张纸测试一会儿就可以的。那我也不知道药店有没有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没有买过。药店肯定有，我每次买都在药店的。你是在老挝那边的药店啊？在中国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老毕一个。西西，我还西呀。你又有妹妹弟弟了啊？开不开心？好吧，我们等一下上街去，咱们拍视频也要有头有尾，是不是？大家看视频看一半，结果第二天期待着有没有结果，到底是怀孕了没有，让大家也清楚一下。叫西西拜拜。拜拜。他在看什么？对。这么厉害。哎呀妈呀。赛苏达这大概率是有的啊，又吐了。要纸。你在那个后面，在后面一个袋子里面。赛苏达怎么办哦？在后面。来，喝点水。哎呀。这下子压力山大了啊。小西西。你懂的吗？小西西有妹妹了啊。来，给你拿着，放在后面。很快就到达街上，咱们买完东西就准备回家去测一测。已经到达街上了，前面有一个药店。已经买了两个，来，赛苏达，给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必须要早晨测？早晨测是更好，但是如果怀孕的，什么时间测也可以。好的，回去了测一下。好，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希望赛苏达这一次是因为睡眠不够导致他的容易吐啊，也希望是胃有问题而导致的吐啊。希望生双胞胎吧。生双胞胎那压力山大啊，生三个怎么养得了啊。好吧，先回家吧。
真的有了吗？准备了没有？三十岁有两个小孩了。还没准备好，太急了，太腻了。别再生一个，有我来了。哒哒哒哒，闭睛，闭眼睛。估计是没有。闭眼睛。看你这么开心。闭眼睛。闭一下。哎，没看清楚，视频没看清楚，只有一条红色的杆啊，一条就是没有啊，那就是你怎么了？没有睡好，这样吐了。对，没休息好。你每天是怎么睡的？你说一下看。我一点或者两点。嗯，一点或者两点钟睡，都是小西西醒了。小西西晚上睡几个小时？小西西那个一点他睡了，如果一点睡是三点、四点、六点、八点起床喝奶。三点、四点、六点、八点。对，如果两点睡是四点起床喝奶，七点起床喝奶，九点起床喝奶。你定闹钟了吗？还是他醒了把你？每天都是这样，不用电都知道。他打你啊？不打，但是他一直，他来他，对他动这个。然后你醒了，就给他喂奶。对。好的，咱们。给妈妈说一下。啊，给妈妈说一下。有吗？准备了没有？有我。啊？有我了。有的呀。我的我的。嗯，怎么办啊？要不要？要呀，嗯。养两个你像龙养呢，龙爸养了，你个的还轻的啦，还密的，爹你还帮忙养一会儿，可以吧？嗯。养小西西呢，马上长还会走路的。嗯。你母看的啦。爹你看不懂啊。我看不懂。我们看得懂。我看不懂了。有了。有的有的爱的嘛。高不高兴啊？你像个早。有没有不高兴呢？高不高兴？高兴高兴，有的。亲一下，闺女第二。亲一下。亲一下，闺女第二来了。哎呀，你们两个亲你们爸子。来来来，亲一个。闺女第二来了。嗯嗯。哎。等你不亲，我去拔掉了。你拔掉，拔掉，拔掉，这么快就亲。那你再亲好过来。你亲了我，不拔掉了。来，闺女三秒，一，二。好好好，亲一个，好亲个亲个，你，给你第二了，给你第二来了，高不高兴？高兴的要活。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去，妈。妈，你好，你好，你好。吐怕一个的。啊？吐怕一个的。哇！松困了。松困了。OK， 小妹。OK。没人带了，你说没人带了。这么俩非常高兴。很高兴。你在不？妈，你在不？你在。哦，他告诉你不用拔掉 ，OK， 啊。没人带了啊。门牌就亮一星星呢，我说沈阳一星。嗯。OK。OK。告诉他们吧，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给他看这个啊。你不看那个。我看得懂。多大？多大行吗？赛苏达这两天一直吐。要试试，要没事我试试。对，你告诉他，你这两天一直吐，小伟就带你上街去测一下。สองสามมื้อนอนสองสามมื้อนอนนอนอันนอนบ่อิ่มแล้วก็
ยามใดก็1โมง2โมงนอนแล้วก็จังว่ากินกินหยังแล้วก็ฮากสวยรอบเว้นมีลูกแล้วเต้มีลูกแล้วก็ไม่เฮียไปสวยว่าสวยว่ามีลูกแล้วตี้แล้วก็อันจีอันนั่นไปซื้ออันเต็ดเหี่ยวมามาเต็ดบ่มีบ่มีแล้วมาหยอกแม่สวยแม่บึ้งมาหยอกแม่ตัวเราหอมแก้มบัดนึงฮะเมียนะเมียนะแม่ซิซี่ล่ะเอามาแม่ซิซี่ล่ะค่ะช่วยเอากูไหมอย่าซิซี่อย่าแม่แม่ล่ะมาม่ายาซิซี่对不对对มาม่ายาซิซี่ฮะ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มาม่ายาซิซี่สวยล่ะเอากูไหมเอากูไหมล่ะ准备养新的小伟准备养新的丈母娘准备养西西，妈妈，刚刚是唬你的，没的。我赚了一个，我赚了。你看看那个，告诉你妈妈说有的呢。也唬好了，刚刚给他妈妈看那个是没一环。他可忘了，他说什么？怎么不真正的要真正的要很容易要但是现在西西太小了所以我叫多那个那样的不要要你西西要弄一波的丈母娘还希望我马上要一个他说西西大了到时候生西西大了是吧西西大了生等塞住他身体养好塞住他对呢要他咪他咪呢西西的手臂不理了有西西是两岁了不太好是不是他西是我要的我不要他催你要好的 OK OK 西西两岁了塞住他不要妈妈地不滚好吧今天这个怀孕的事情就给大家弄清楚了啊好嘞妹妹拜拜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我是小伟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拜拜赛树达拜拜咦我赚了好好好咦我赚了